是酒令特辑篇。对于剧本里最期待的一场戏是什么？最期待的一场，每一场都很期待啊。开机大吉！怎么称呼你啊？怎么称呼？小泥鳅啊。只要还有酒啊，勉强给你这个小泥鳅带上一阵。对。对，来到妖怪族，突然说一句话。既然来了，就坐下喝两杯吧。求而不得的人。酒馆见。你把我变成这个人不人要不要的样子，我怎么办？应该没事人间，我都回不去了。我只求你离我们家远一点，你害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滚，不要管。蘑菇，什么都不讨厌。如果我知道你是妖怪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为什么不去死啊？我只是一只妖，妖哪有什么善恶利益？姑姑，食堂有钱了。让开，别上我娘！我的意识跟着你做事，知道那边是你。不行了，你管什么枪啊？我让我去。好，谢谢。